你过年回家吗？你有没有发现自己离爸妈的生活好像越来越远？比如我不知道家里厨房的灯什么时候换了，不知道阳台开始养花了，不知道退休之后我爸每天都开长途去钓鱼，路上只有小狗陪着他，拿着鱼竿一坐就是一天，家里变得陌生，父母多了我不了解的习惯，原来是我错过太多本应共度的时间。走了吧。嗯，上哪儿去啊？陪你钓鱼去。钓鱼去。装上渔具，带上稻田，一家人一起出发。年的意义应该是用陪伴把错过的时间找回来。这车开长途太方便了。这车城里开的时候用电，出远门就发电，开着这个车跑一千多公里都没有问题。其实爸妈也需要你的充电，比如陪他在广场踢毽，陪他去大棚钓鱼，因为是你，所以他们的快乐总会轻而易举。关于回家这件事儿，你的不远万里才是父母的万事如意。